觉让我告别从前，我是这样轻轻地走到你面前，是谁让这天空多云转晴天，能让那飘飞的思绪清静太阳的脸，打开心扉让我坚守明天，一有一座里程碑立在天地间，是谁让这天空多云转晴天，能让那绿色的风远成为你我的眷恋。一岁又一岁，一年又一年，纷纷不知这追寻有着怎样的航线。一岁又一岁，一年又一年，你我的笑容又留下最美的语言。一岁又一岁，一年又一年，纷纷不知这追寻有着怎样的航线。一岁又一岁，一年又一年，你我的笑容又留下最美的语言。你我的笑容又留下最美的语言。这两天跟家陪闺女，不理他。回一个呗，兴许有什么急事儿呢。不走了啊？啊？那你瞧着啊，我去拨个电话去。啊！哟，瞅瞅瞅瞅，有这么倒着走啊？中间那么走不过去。哎，亮子，是我，什么事儿？四个集装箱全让海关给扣了，说是国家有规定，不许进口旧衣服。什么？这……哎哎，我说，我这怎么能……我以为能不能咱找找人把这东西想办法捞出来呀、啊？枪连李一达都帮不上忙了，这回啊，咱们算是撞到枪口上了。国家正查这种事儿呢。哎，那个，那什么，那找找你表舅，货是他给的，让他给咱退钱呢。人家早回香港了。再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又是咱们海关扣的，跟人没关系啊。哎，那我觉得怎么能这样呢？我是十几万的货呢，全部的家当，他不能就这么完了吧？凯哥，我听海关的人说呀，要公开烧毁这批旧衣服，还要追查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呢。我看你还是躲躲吧。躲？我往哪儿躲呀？辛辛苦苦了六七年，他不能就这么着了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亮子，亮子，这下真成牦牛了。
把那脚扒上，这么踢直踢往上走啊。哎，看看又踢鞋底上了，鞋帮上，鞋帮上。孙大妈，忙着呢。哎呦，小李子，可有年头没来了啊，还是最后那次检查防火来的。可不是吗？听说当所长了。嗨，恭喜恭喜！来，进屋坐，进屋坐。是您孙女？不接，外孙女。奶奶叫叔叔。叔叔好。哎，何大海呢？啊，出去帮我买菜去了。哎呦，邪门了，这几年少有的勤快。你瞧，这屋收拾的。哎呦，玻璃擦的有多亮。是，你这屋也看看，收拾挺好了。胡大妈，哎，等何大海回来，您让他上所里去。行行，嗯，你想有点事儿向他了解。有什么事儿啊？我瞅我知道不知道。我们还是向他直接说。妈，您甭管了，我洗洗手，都是泥。洗手不洗肥皂。爸爸怎么了？妈，你把孩子抱走。大海怎么了？孩子抱走啊。听我的，听。我们大海没犯事吧？他可是个规矩人。小李子，我是打小看你长大的，我叫你一声李大所长，你把情况弄清楚了再带大海走。你不弄清楚了再来啊。妈，大妈。大海，你给我进去。妈，您别管了。我们大海不能跟你走，要走我跟你们走。大妈，我们只是向他了解点情况。大妈，这是执行公务。不行，你要走的话，你等清河他爸回来再走。大妈，妈妈，哎呀，出什么事儿？晴儿，你回来了。晴儿，是那批旧衣服的事儿。你先去吧，一会儿我也来。哎。我这就去给我爸和画打电话去啊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爸让我给你买的药我都买回来了。王母娘娘仙丹我都不吃。哎呀妈，瞧你说的，什么王母娘娘仙丹，这么好功夫怎么可能到王母娘娘那去一次呢？哎，小。哎，哥。妈。妈，哎呀，花怎么样？妈，派出所那边怎么说？哦，刚才我过去了，但是呢，我姐夫啊，人已经不在那儿了，我爸呀，还有他们那个电影院的经理一块儿啊，到分局去了，估计没什么，估计人也就拘留两天吧，啊，哎呦，行了，妈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好吗？啊，您别急坏了自个儿身子呀，妈。哎，干什么呀，妈？你当所长不得了！哎呀妈呀妈呀妈！干嘛你？哎呦，别介妈，我跟您说呀，您这是这么着急不行啊！你说急什么？现在国家有规定，禁止倒卖这种国外的旧衣服，你知道吗？那是违法的嘛。他要想帮我姐夫啊，得想其他的办法啊。就是啊。我呀，把咱们这事儿啊，已经跟我们那个教授说了，教授呢给了我2000块钱，就想看看能不能帮咱点什么忙。怎么，交赎金就放人？不是赎金。是处罚金，因为那事儿是违法的。那交多少？我也说不好，我估计再凑点就差不多了吧。妈，我这还有80块钱，平时姐夫给我的我都花光了，就剩下这80了。啊，妈。哎，姐。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我没事，没事。妈呀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样了？没事啊。我爸和他们经理说话就回来了，在那儿待着也没用，人分局说了，得等上边的处理意见。不过那些旧衣裳啊，那就得就地销毁了。琴儿，得要多少罚款？妈有钱，我把全家的钱存钱都给你。我这是大妈，妈，妈，哎妈，妈哎妈，哎妈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您这老太太啊，出来出来，妈您干嘛呀？你上那底下干什么去？妈啊，干嘛呀？这老太太，哎，啊，哎呦，妈，干嘛呀？妈，你这是找什么呀？您这啊，多少钱你爸都不知道，画结婚我都没拿出来。这存钱是为了应急，这不事儿就来了。妈呀，拿去干什么呀？全拿去，要拿了拿出来，拿着。妈，女儿不孝，对不住你呀，让你着那么大的急。大海那时候还挣了点钱，兴许能够，就算是不够，
我自己可想办法，我怎么能用您的钱，用爹妈的钱呢？妈，妈，你快走。这是我们当师姐的钱。姐，我这还有80块钱，你念哪去？花儿啊，小龙，是姐对不住你们。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此刻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你的大眼缺氧了，嗯，缺氧了，缺氧了，婷婷最近有信吗？有，两三个月来一封。他学习太忙，听话说他也挺不容易的啊。哎，一个女孩子家又学习又打工是不容易。大孩子怎么样？哎，贪财惹祸嘛，衣服都给烧了，又罚了一大笔款，人道给放出来了。人没事就好了。我也是从电视上知道的，就这些旧衣服啊，脏着呢，什么细菌都有，你说这不伤天害理吗？他也不能光自己挣钱，坑害别人呢。这事儿啊，大海也不一定知道，就算花钱买个教训。哼，是该给他个教训了。你没看前两天呢，挣了俩臭钱，狂的都没边儿了。这回倒好，连罚带赔，钱没了，也踏实了。踏实就好。吓我一跳，蹲那干什么呢？不能气儿。大老爷们，瞧你那点出息。得，你要看着烦，我还回屋躺着去。哎呀，妈，好不容易把青瑶上班去了。您怎么又接茬又来了？知道丢人了，没脸出家门，打算窝家里一辈子。那您说我能干什么？就是摆地摊也得有本钱吧？你今儿不是让你回厂当临时工吗？呸！别寒碜我了，好马还不吃回头草。呸！没出息的东西。干嘛呢您？喷脸通心了？这轻的，你要是我儿子，我早那大嘴巴子给你呼上去了。你这给我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干什么呀？您这是？您这干什么呀？你给我照镜子瞅瞅，无耻高的汉子比我都高两头了，碰这点事就趴下了。您得让我好好想想，不是？你甭跟我摔摔打打的，你有钱的时候，青不是天天劝你见好收吗？你不干呢，这下怎么样？老实了。行了，我傻，我笨，我大傻帽，废物点心，成了吗？那是你自个儿说的。你守住良心想想，你出事以后青说一句话了吗？你现在一分钱都没了，那我们家对你是不是比从前更好了？你出事那些日子青急的呀，天天躲我屋里哭，见面了还得给你冲笑脸，他担心你呀。妈，你别说了。哎，
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想沾你的光，当个阔太太。他只想着这一家子人呢，平平安安的待在一块儿。他要的是你这个人。谁说我什么都没有了？还有一个天底下最好的媳妇儿。妈，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。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哎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别客气，师傅。哎，大姐，您这柜子做完了，木料还有富裕，我帮您做一床头柜，双层的床。哟，太好了，谢谢师傅啊。哎，没事。陈师傅，您看下面又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。那管什么用啊？一年365天，靠一部电影能支撑几天啊？就是啊，现在看录像的人少多了，您说人都上哪儿了？哪儿都没去，都窝在家里看电视呢。你看，你看，下礼拜又要演《西游记》了，又是好几十集。得，这回咱们惨了。还是喜欢年轻时候的陈冲啊，当年演小花的时候，咱们电影院多热闹。妈，大哥回来了啊，吃饭了吗？对了，英明回来吗？大姐最近回来都挺晚的。你们两口子可真行啊，一个比一个回来晚，一个比一个赛着忙，家也不要了，孩子也不管了。哎，我真是不明白，这食堂管理员能忙成这样，食堂半夜还开夜宵？不能嘛，当初他把小芳领回来啊，也不跟大伙商量一下，好像这个家他说了算似的。喂，找林总啊？我看看去啊。哎，你的电话。喂，他还没回来啊？啊，对，好好。一达，你来一下。嗯。爸，什么事？今天上午我回机关看了个文件，中央下大力气反腐败，专门清理你们这些政企不分的公司。我看过了。看来中央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，是得动真格的。哎呀，民愤太大！我看到了一个材料，一些紧俏产品，像钢铁啊、橡胶啊，东西还根本没出库呢，各种批文就在全中国能转大半个圈，层层加码，坑害的还是国家企业和老百姓。爸，你也别太激动了，其实我早就不想这么干了。我们局长今天说了，公司必须跟机关脱钩，按国家文件规定啊。在职干部一律不许在公司兼职，这样也好，回机关当处长更踏实。爸，您的意见呢？以你现在的觉悟，你回机关让你受得了吗？还是老爸了解我，我确实不是过去的林处长了。为官清廉，我受不了那份苦；贪污受贿呢，我也没那个胆子。这几年你在公司就一点经济问题没有？
当然没有了。我不信。爸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上面呢已经派人查过我的账了，确实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哎呀，没事就好啊，我也放心了。要不我也为你担着心呢。这要感谢我老爸了，是他老人家对我不断的教育和提醒，啊，还有这些简报。我从去年就开始清理公司的账目，把一切所有不合理的开支全部给冲掉了。就是做假账欺骗组织啊！我们局长就是董事长，我这么做是经过他批准的。这些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？哎，你就不怕我大义灭亲举报您？我不怕，你也没有证据。再说您儿子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。哎，爸，您坐。我今儿呢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想呢下海自己办一个公司。自己办公司可冒风险啊。那看谁办了。我虽然不当处长了，可这两年呢我还给自己留了一批客户。那你资金从哪来啊？当然是贷款了。这年头啊，有本事的人谁用自己的钱去做生意啊？我有几个朋友呢在银行都是有贷款审批权的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用过去的权利为你现在铺下了生财后路啊。那你让我怎么做呢？我总不能像大海那样的啊，违反党纪国法吧。爸，这次中央的精神啊是鼓励个人办公司，你老人家就不能支持我一把？怎么支持啊？你把你在广州海南的一些关系给我介绍一下。介绍关系可以，行政事务嘛。哎，可说清楚啊，你办公司不许打我的旗号。哎，不许偷税漏税，不许违法。那当然，我要是干违法的事儿，那我还能当您儿子吗？哎呦呵，嗯，到底是劳模啊，这手真有劲儿。轻点，都三张多的人了，何必呢？干嘛这么玩命啊？不服老真是不行啊！当初给咱俩做家具的时候，从早晨干到半夜，第二天接茬上班，什么事没有。你呀，就是那些年做生意闹的，光知道挣钱，也不知道锻炼身体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啊，呵，怎么弄的呀？抬木头的时候磕了一下，没事。哪有干活不磕磕碰碰的？我就没指望着干这个发财。可是做这行最讲究的是信用。做好了第一家，就有第二家、第三家。那小区里几十栋楼呢，转着圈干，这年就算拿下了。老百姓总天天骂涨价，其实我觉得日子过得挺滋润的。要不你有闲钱做家具呢？我觉得你变了。啊？那你说，变好了还是变坏了？变踏实了。看你现在这样，谁能想到当时你骑着摩托车，别着 BB 机，成千上万的人。我呀，是再也不敢做发财的梦。这挣钱真让人上瘾，有了一千吧，就想一万；有了一万，就想十万，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。哎呀，洋烟啊，是抽不起了，还是抽我的长乐吧，啊？我看也是，知足常乐。嗯。Thank you.
大祥子也听着念叨。好，怎么样啊？最近我那个硕士论文答辩通过了。哎呀，是吗？等着这个呢。让杰瞧瞧，有出息。那这是证书，硕士学位证书，爸您这。哎，呵，咱这老弟弟还当硕士生了呢。我走了啊。你跟爸妈聊着，你干嘛去姐？我上夜班啊。啊，让妈呀，硕士，哎，慢走啊，姐。这要搁过去，就是进士了吧？咱陈家也出进士了。那要是进士，就得封官了吧？怎么地也得给个县长当当啊。你又不懂了是不是？这硕士啊是个学位，咱画是高级知识分子了。爸，那个系里边啊跟我谈了，希望我帮李教授把那个文集整理出来，因为他那文集呢已经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了。应该，应该的。这不是重点项目啊，也应该帮帮人家，人家是你恩师嘛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平平呢，希望能够去美国找他，他把那边学校都给我联系好了，而且还准备了路费。爸，你知道吗？我如果去美国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攻读博士学位。如果平平不回来，你怎么办？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等书一编完，我就去美国找他。多了，我都快记不住他长什么样了。之中见真情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本台消息，到今天下午4点，大兴安岭火灾区东部地区火势基本稳定，但22站、24站两个地段仍有2个大火场在猛烈燃烧。在西部战场，南部烈火被控制住，前哨地段一个较大的火场正向。都是让那首歌闹，什么冬天里的18火，这大火连着烧了10多天了。这得毁多少林才？就是你说大春节晚会的唱什么不好，非得唱放火。哎呀，您别瞎联系，这跟人家唱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最看不惯了，一个小伙子在台子上唱，一群大姑娘底下急得嗷嗷叫，这不要脸。妈，回来了啊。哎，您看不惯人家，人家还看不惯你呢。要是我跟我们同学说我妈把存折藏在鞋壳里，结果把存折都给捂臭了，你看着你看得惯你，你懂什么呀？要是来个贼，他知道上那儿去偷啊？哎，万一我们同学给那个贼报了信儿呢？哎，你妈那么笨，你们知道以后我早转移了。你跟他较什么劲呢？咱这小欧又迷上费翔了是吧？嗯，我现在最迷的是琼瑶小说，我们班女生都特喜欢。哎，姐，嗯，明天我给你带本回来看看。叫月朦胧鸟朦胧，写的真棒。什么月亮龙鸟也龙？妈，你瞎看我什么？李次长，嗯，我们厂已经成为股份制试点企业。我知道，就是股份有限公司。对对对，我们厂一直是部里的直属企业。嗯，您又是我们的老领导，有困难还得来麻烦您。对，咱们有言在先啊，你们要搞什么批文批件这类的事情免开尊口。这种事我们就是想搞也不敢找您呢。嗯，
李司长，是这样的，作为股份制试点企业，为了吸收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，嗯，国家已经批准我们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了，算是向社会集资吧，嗯，和国务院差不多，嗯，每张100元，1块钱一股，嗯，这张呢，10亿100股，说穿了就是企业向别人借点钱，嗯，时间长了，企业效益好了，那我们的利息可能要比银行高一点，这个效益要上不去呢。你们厂情况我可了解啊，李司长，您是我们的老领导，嗯，什么事也瞒不了您。说句实在话，嗯，我们今天来主要是请您帮个忙，买点股票。嗯、咱们部里下属这么多企业，您要是买了，那我们的工作不就好做多了吗？对的。嗯，既然是新生事物嘛，应该支持啊。那我出1万。1万？哦，怎么少了？啊，不不不。是多了，是多了。哦，谢谢您了，林司长。哎，这话就见外了。这是我文革后补发的工资，一半交了党费，这一半就算是支援司法建设。哎呦，太感谢了。哎，我说你这挺牛，你这合资公司啊。你别说，林一达还真是个人物，三教九流就没有他不认识的。哎，一分钱本钱没有，哎，嗯，就在饭店包了间房，一张嘴一部电话，做成好几单大生意了。兄弟现在可是他北京地区的助理，歇了吧。你们这东西我知道，就皮包公司不是也叫空手道。哎，什么李娜可让我给你捎话呢啊，他现在业务上急缺人手，想你过去啊做他的业务部经理。歇了吧，我答应过情了，我从此退出江湖，粗茶淡饭保平安。哎，我哎哥哥，人家说请你吃顿饭，好歹你们也是亲戚，再说了你出事的时候人家可没少帮你忙。那倒是，走吧，就一顿饭嘛。本来应该到你们家去看你的，可事情太多了，实在脱不开。客气了，上回那事儿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，要不是你啊，我指不定跟里头还得关多少天呢。哎，惭愧惭愧，来坐。好好。提起这事儿我也生气，你说那哪是衣服啊，那就是4箱的垃圾，什么玩意儿？告诉你表舅啊，对什么呀？我跟他没完。对，我也跟他没完。这件事呢，洪先生跟我解释过了，他是中间人，也是上当受骗啊。他上当受骗，那我招谁惹谁了啊？10几万呢，我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呢。钱不是问题啊，我跟洪先生呢谈了一笔生意，如果你愿意加盟本公司啊，这笔生意呢就由你来运作。我，洪先生已经答应了，从他的利润里呢分一部分给你。哎，这可是好事儿哎。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我好不容易把心给收回来了，不想再走回头路了。哎，大汉，你可得好好考虑考虑，这肯定是一大笔钱，你做一辈子家具也不见得能挣这么多呀。我看这样吧，我替你出面呢，向洪先生讨个公道，既然是合作嘛，损失应该一家一半，他至少应该给你退几万块钱。我这就打电话啊。哎，我说。又拍得这么好、啊，这话听着味儿不对，你是夸他呢还是骂他呢？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又夸又骂。这电视剧拍得越好啊，爸，您那电影院还就越没人进了。我们电影院2楼那块空地啊，已经租出去了，租给卖家具的了。那不休息室吗？连1层都坐不满，还要2层干什么？再不想法子挣钱，整个电影院都得改成休息室。是谁啊？来，你把这个收好。股票。啊，这是100块钱一张，一共100张，今天刚送的。什么？你买了10000块钱的？嗯。人家企业有困难。那也不能买这么多呀，国库券咱们一次才卖200。哎呀，这股票跟国库券它都不一样。是不一样，国库券5年之后连本带利全都回来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废纸。你怎么这么说？人家企业也是国营的，人家也讲究信誉。算了吧，我知道，解放以前我有一个叔叔在上海炒股票，到最后弄得个倾家荡产，差点没跳楼。你别看这上面印着100元，这是卖给你的钱，哼，过不了2年就值几毛钱了。哎呀，你这方面的知识还懂得都不少呢。你气死我了，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商量一下。
这是支援国家建设，我相信你不会反对的。我当然要反对了。你当时1978年呢，那时候猪肉多少钱一斤啊？现在多少钱一斤啊？咱们俩的工资加在一起啊，够过日子的了。现在是够了，那以后呢？10年以前你的工资能买多少东西啊？现在能买多少东西啊？你想过没有？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咱们是离休干部啊，现在什么也不干。每次国家涨工资啊，也没把咱们忘了。现在国家经济有困难，就算是支援国家建设。算了算了，我也不跟你说了，反正也已经买了。哎，我可不给你保管啊，你自己留着当范儿看吧。保管就保管。本来是请你在饭店吃饭的，可以想呢，这种地方你过去常去，恐怕早就吃腻了。那是后天马月的事儿，我现在天天能吃顿炸酱面就不错。你还别说，我现在馋的就是家常便饭。听朋友介绍个地方，说是不错。郑师傅啊，你认识路吧？我认识，前面不远就是了。那好了，6万块钱，亮子刚从银行取的。这是干什么呀？洪先生在电话里已经答应退你了，我先替他垫着，等这笔生意做成了呢，我自然会扣的。这都不合适，都是亲戚，跟我客气什么啊？你数数，都是50的，1捆5000，一共是12捆。秦英川菜馆，跟我媳妇同名，巧了。哎，别老抱着包，除了我谁知道什么呀？谁老抱着？哎，你好。哎，好。哎，你是四川人吗？啊，是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老婆可是四川人，我在四川也待了10年，这里味道要不地道，我1分钱不给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在我们这吃还没有说不好的呢，我们这都是正宗四川菜。哎，口气还不小啊。你别看地方小，味道可地道。哟，这是嫂子吗？嫂子，您不是来吃饭的吧？一达，有事咱们回家说吧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一达，嫂子这么能干，你应该高兴。买卖挺火，一个月能挣不少钱吧？别说了，这么多人，咱们出去说吧。别的我不问了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为什么瞒着我？开始我是故意瞒着你的，我怕你嫌丢人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不但觉得不丢人，反而觉得挺光荣的。是啊，当老板了，啊，财大气粗了，可以不放在眼里了。你什么时候把我放在眼里了？你成天到晚干什么？跟我说了吗？你既然这么恨我，那你还要我这个丈夫干什么？
你可以随便找个听话的男人吗？啊，我不会跟你分手的。你现在就可以想想了。我永远不会提出离婚。如果不是你把我带到北京，我永远不会有今天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没用的了。既然你不想离婚，我也可以不离，毕竟我们还有个儿子。但有句话我要说清楚，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继续当你的女老板，至于我干什么你也管不着。招我犯错误吗？许多夜让我记录我的明天是